快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生意。对吧？补一下，补我一下，补一下。粉丝送上补品，要帮新北市长侯友宜好好补一补，因为侯友宜整个过年新北祈福跑透透。从大年的放假的小年夜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都没有休息。把新权力放在新北，侯友宜说还要继续冲大小建设。被问到民众党积极在新北走动，备战2026新北市长选举，侯友宜心中有没有人选？啊，新北新发言人的人都到新北市来家村努力做事情，让新北市的成长，让新北市不断的超越自己，这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另一头过年行程只排了新竹跟新北，柯文哲初三到板桥慈惠宫发红包，还到中和烘炉地拜庙，外界联想是否真在为民众党布局2026？要邀请我们，那我们时间上许可，那就来吧，就这样。那新竹是老家，没办法，认真工作啊，这样水到渠成。跟着柯文哲一路打拼的创党元老蔡壁如，刚接任台中市政顾问，最近接受专访时，他说自己若回党中央会死很惨。柯文哲这样说：蔡壁如是民众党第一战将，你知道哈？他总会这样想，应该是别人家怕他，总会是他是别人死一堆，总会是他会很惨，不会的。放在台中发展嘛，那总要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位置是比较方便嘛。我觉得那位置还不错，时间我会去拜访卢秀恩市长。新一年将迎接新政府、新国会，各方也摩拳擦掌，开始为2026县市长选举积极备战。记者谢宏、卢林璇、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